换协防，协防位置，协防位置，老千，传统的战术给到内线，刘弘毅，外线庄彦超传球不错，叶文浩三分能不能进？哎呦！黄队长，黄队长，好，我们裁判示意出界，龙骑士的球权。高档找到这边左路朱明镇三分，还是差了一点点。黄的犯规，黄张宁的一个犯规。第二名，他下手有机会，看一看他下手有机会。依然是 J Team 这边。周显超，拉开，拉开，错位的机会给到内线。哎，这个球有点可惜。大家都不在状态，好像都有点怕。反到对面就是打得很有侵略性。坏人 Dream Team 换上主家荣、杨正，你们想看到了对决啊，张宁对杨正，这边错位，张宁三分险些命中，主家荣抢到篮板给了杨正，面对张宁连续的试探，反打，反打，球没能拿稳，被张宁抢断成功。这真打得真紧的，打得这么软，2-0。进攻还有三秒。杨正最后一秒强行出手，但是没能变成犯规，依然是给到张宁。打开！最后三秒钟，郭宏毅，哎，打中，两分有效，龙骑士4-0领先。杨正掩护之后没有换位成功，所以还是内线对内线。刘弘毅这个球，哎呀，有点可惜啊。三秒，内线三秒，换小柱换一会儿。龙骑士请求换人，小柱下一会儿，换人。现在场上的位置越来越明确了啊，周瑞对阵朱家荣，能不能有优势？打开！四秒钟的时间，哎，周瑞两分命中。其实我半决赛的心情是很低落，没有给球队带来贡献，然后我就晋级了。我一定需要在决赛里面去爆发，去证明自己。开场6-0 ，J Team 要加油了 ！J Team！ 朱家荣的三分 ，J Team 阵营中最稳定的三分射手，32号朱家荣。我上去就投，就很坚决，我得了我们应该是队的第一次得分，是吧？龙骑士的球权。张宁在弧顶突进去了，哎呦，太轻松了！张宁两分拿下，杨正还是没能找到突破的机会，示意给内线。哎！J Team 请求换人，黄队长。周瑞出手三分。J Team 的球权，这边朱家荣给到张真心，面对大东，漂亮，大东没能顶进去。朱家荣后仰跳投没能命中，上篮命中两分，张宁抛投命中。J Team 的球权，错位防守的机会。裁判吹罚了杨正的进攻犯规。
J Team 请求换人，给到张宁，晃开杨正，跳投命中，两分有效。第一场比赛，现在 J Team 3-15落后12分。开场打的就跟梦游似的，我们的气势都没有，感觉我们的球员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然后杨正觉得自己不被信任，然后他第一节打的就很不开心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朱家人物抢到篮板，给了杨正，面对张宁，杨正掩护之后没有换位成功。我上去完全就是懵的，就完全没有信心。他说我处理球不好，那我就传球给他看。J Team 请求换人，换下杨正，换上李文浩，让他先去持球，好，让他先去打倒，还要冲一下。上了一分钟就再也没上过，然后就是感觉是哎。那个叶文浩累了，你上来换上去让他歇会儿。今天大家都开局，哎，不能高兴太少啊。这边叶文浩面对张宁，哇，强行命中上篮，张宁也无奈啊。这个时候我相信我自己能力，我要站出来帮助球队打破这个得分荒。防守上去点，防守上去点。周瑞给到内线大东，周瑞速度非常快到内线，哎呦，两分命中，周瑞。欢迎，兄弟加油啊！比赛还有4分24秒。J Team 请求换人，所有人都换人，所有人都换人。叶文浩，黄队犯规，黄队犯规，罚球两次啊！两次罚球的机会，韩荣辉，韩荣辉，他就突破，你离他远点啊！他投篮吓唬他一下就行。一罚命中，好的，两罚全中。黄日辉给到周瑞，交内线大东，大东选择自己单打。